欢迎收看国光帮忙。睡觉是女人最放松的时刻，今晚国光帮请来超性感美女和大家一起睡衣派对，来掀开她们卧房里的秘密哦。美女睡姿白白款，待会示范给你看，不看的是傻子哦。欢迎收看国光帮帮忙，我是周博。嘿，周哥，我徐若涵。大家晚安，大家好。今天助理是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伟霆。今天观众有福了，怎么样？没有，让各位观众看看我们演艺圈的美女，哎，他们是怎么睡觉的，而且是穿的薄纱。真的，开心了，好不好？对，大家冷静一点。你们还在做菊目美女，好不好？这个不只是这个女啊，男生可以欣赏，这个女孩子更要学习一下。对，对不对？美女是怎么睡觉的？好不好？哎呀，好，我今天一定会常常讲一句话，随过去一点。那我们就先来访问一下第一位了，好不好？来，请。请就位。哦，大家好。你上过我们节目吗？有。先看下面一条嘛，对不对？这个睡衣算短的。这短的。你平常真的穿这件睡吗？对。有没有更性感的？有。那我们不穿更性感的来。因为我要保守。你现在回去换。我们看看他胸部那边是什么。好。哇塞，他是这看起来蛮高的哈。哇，很高挑哎。小姐很有料。你要不要那个左右来回走个路？手放下来，转正面，向前一点。再向前，很正，蛮正。你跟我们很熟吗？应该算熟。应该算熟啊。应该算熟啊。应该算熟。常来的，常来啊。常来啊。嗯，常来啊。那就是李冠仪了嘛，对不对？不对，不对，不对，脚不是。哎，哦，脚不一样，脚不一样。来，对。那你平常睡觉都一个人吗？嗯，没有两个人睡过。没有。最近呢？最近是一个人睡吗？一直都一个人。想不想两个人睡？一直都一个人啊。跟你吗？跟他哥睡吗？对。不要。不要。你的身材算是大家称赞你身材很好，对不对？还好。还好啊。你这样还好，你太骄傲了。回去给我换性感点的。好，来，我们来猜看他是谁。好，来，君王，我猜是香盈。对，香盈是不是？香盈，香盈，香盈哪有那么高？你相不相信算命的？还好。那我猜他是维维安。维维安有这么高？哎，有。不是，我们想一下啊，什么样的女明星会穿这样的睡衣哦？这个睡衣是，我想这种，你这个睡衣应该是在夜市场买的吧？这一套要2000多。这一套要2000多？这两千多，你被骗喽！来，小刚，他是谁呢？没他谁？问观众啊，观众神经病，我怎么知道？好，那我就猜你是好了，香盈了。也是香盈，嗯，你抖什么？笑什么？那我们看他是谁啊？好，来，请出来，请出来，头直接出来。王以平平常的穿着和穿睡衣的感觉差异很大嘞，听说他的床铺会令大家惊艳哦。你平常穿这样睡觉？对啊。那你有更性感的？哪一套？哎，对，你为什么不穿那个？对啊，太性感，这样不太好啦。这个还好啊，这很正啊。这个被侮
是空的，里面穿安全裤就好了。我原来这件是你的哦。对。那个在录影之前哦。来，切。这是什么？累死。哦。这个都不太适合穿在节目上，因为太透明了啦。这个我跟你讲，你就见外。这个太正，你来这边就像回娘家呀，那句话。OK， 哎，你很喜欢穿这一型的哦。对，没关系，这两个是一模一样，是故意皱褶的。我跟你讲，我们还没有看过我们这个大美女穿内衣走秀过。好，大家来，好，那我们享受一下。所以走三套是吧？好，我在后面等。来，麦克拿一下。来来来，预备。所以我现在穿这样走吗？对，内衣秀，预备，起。有味道，是因为你是名模嘛，对不对？走秀是你的专业，请问这个内衣秀在走，你在忙什么？我给大家看一下，就是他还有这两件。好，那你在走内衣秀的重点，其实是应该是要表达什么？睡衣秀，睡衣哦，睡衣秀，嗯，就秀它的品质，就是摸起来很舒服。哦，这料子是很舒服，啊、嗯，哎，这料子真的很舒服。对啊，你看，你看 ，OK， 我知道。哎，啊，嗯，所以还说两千多，还蛮贵，所以才两千多了，两千多，两千多对我来说。两千多，在这个女孩子的睡衣来讲是算贵的吧？对啊，算贵。算贵的，那这件多少？这件一千八，因为料子比较少嘛，物超所值。哇，这是睡衣啊，这是一套吗？下面是那个内裤，哦，所以我就没有。利落型的睡衣就对了，钉子，不是三角的，但是可是也是。就是蓬松的这样子，性感性感性感。你通常都一个人睡觉嘛？对啊。那会不会抱着东西睡？小时候是抱妈妈，长大以后嘞？长大就抱哥哥。还没有哥哥可以抱。最近单身，对，会不会很寂寞？是还好，还好，觉得自己睡还 OK。你的床是多大的床？我觉得就这样单人床。这么小，单人床，这怎么够睡嘞？因为以前其实双人床是跟姐姐一起睡，可是后来觉得姐姐很定得，我就跟我妈要求。是定得，就是占位置啊。对，因为她每次会一直这样挤过来，然后我就不小心踢到她的床。所以这个就是你真正睡觉的床。哎呀，没有，谁说很累？这好像我们连长的床啊，像什么连长？是不是比较凉快啊？很像很像连长在睡的，你看那个换别张，好换一张，也没什么差、啊，还是这样。因为我没有床头，所以我东西都会放在旁边。这什么东西啊？这个是我的塑腰的。哎，我觉得你很节俭，对不对？我还蛮节俭。其实想象中应该是那种公主豪华这样，对，然后白纱这样子哦。帐篷这样太过于那个，没想到这么平时啊，真的，我真的有点像士官长的生活。请问一下，你平常睡觉怎么睡？我要盖棉被吗？好啊，可以啊，预盖的比较好，预防走光嘛。我现在睡着，预防走光，疯了吗？我可以直接睡，不可以睡着？对，好啦，你要怎么睡？我应该就直接侧着睡，反正这样睡，就睡，这样睡。然后以前长头发的时候，就是会。压住一下，睡到半夜会不会踢被子？我还好，因为我还蛮怕冷的。小康怎么不讲话了？我没有不讲话啊。你不是说你会常常说一句？对，哎，睡过去，哎，睡过去，哎，睡过去。做中康别嘴巴吃豆腐啦，赶快来听听看汪一平床垫的秘密吧。我也有梦游过。梦游？对。这么厉害。时候。三四年级的时候，我就躺着，然后那时候我是跟妈妈睡，我躺着以后起来，我就变这样子。这不是梦游吗？真的有人梦游会。然后我是站在床上，然后手还会举起来，原地的在那旋转。你是看什么电影看多了？然后也有一天，就是也是睡到半夜，我就起来以后自己走到家里的门口，开了铁门，然后还好被我妈及时的拉住。我梦游要出去。我不知道我要去哪。有啊，各种状况都有。以前是不是，还是他那时候他妈不让他约会，要假装梦游。哎，这很妙，被削到，妆都化好了，对，装梦游。我听说，美女都曾经裸睡过，你有裸睡过？没有，不舒服。
没有安全感。其实我跟我家人哦，在住在一起，住在一起，所以我没有那个习惯。可是如果以后就是结婚，可能跟自己老公的时候，我可能就裸睡了，会裸睡。你这种身材，这种老婆裸睡，老公永远都睡不着，每天都不睡。对对对，然后眼睛最后跟他一样黑眼光，每天的受不了。对，为什么去跟那个？他老婆身材就像你一样那么好。你什么脸？你跟他扎什么眼睛？他不是你老婆。你冷静。通常在睡觉前都会做些什么事情？没有，因为怕。喝水，喝水，然后吃太咸太辣的东西，我隔天工作会肿，会不舒服。对，哦，所以我都会就是在睡前的时候会抬腿，穿这样抬腿。对啊，哎呀，睡内裤就露出来。你在乐什么？你在自己乐，在自己房间是 OK 的。没有，就是讲这种事情很害羞。没有关系，可是你睡觉，你看你旁边是窗户哎。对啊。可是窗户那边外面是那个就是晒衣服的地方，所以也不会有人会看。然后我都是在这边抬腿，抬腿，脚抬起来，然后在那边玩电动。你住几楼？三楼。哦，犹豫。连长住在三楼。那这太令我回忆起我连长的床。没有，那是因为夏天，所以我才会垫这个。不是最重，不是最重要是什么的？因为你这个会把它铺成，就有点像豆干，有没有？对对对，像棉被。觉得这样很干净啊。对啊，然后而且它那个枕头很厉害，下面好像是草席做的，有一根木棒子。不是木棒，那是那个薄薄的棉被。哦，薄薄棉被。因为。人家说抬高一点比较不容易水肿哦，所以我睡觉都会再垫一个小棉被。这样子，没想到高贵名模王以平房间居然走士官风的风格，连棉被都是正正方方的豆腐干呢。第二位，你回去。你这个是你穿你爸的衣服来哦。好，不要啊！不要走，不要走，好好好，啊，老夫子，不要走，不要走。你为什么要穿功夫鞋？今天我不穿拖鞋。哦，拖鞋，拖鞋。是我们是美女篇呢，你是谁啊？你这个。你不是要穿这个睡衣吗？不是，你夏天也穿这样哦？对啊。请问，你的职业也是军人吗？我们还是要礼貌一点，可能是有点年纪。等一下啊，你这个手放下来。哇，哇，你身材很好哎，要不要转一圈？哎，你身材真的很棒哦。哎，我态度也差很多。什么？刚刚不是说我是林美照？谁说你林美照？哪一个是工作人员说的？林美照也很正，但是你更正。哎呦，你不得了！哎，欢迎来我们节目啊。嗯，这有点像巴厘岛的那种睡衣。对对对对对，其实这种裤子是很性感。刚刚你们说什么？连长又是士官长。巴厘岛的睡衣，差很多哎。这个不错，不是嘛？你自己刚刚看，只看在下面，是有点这样，不硬啊？有这样说呢？你是演员还是？我有演戏跟拍广告。拍广告，拍广告，拍广告是全世界最正的。所以以后讲话先冷静一点，一开始就叫人家回去。我是开玩笑，我一定要造成一个落差嘛，是不是？那我回去好。你千万不能走，你不能走，你走不了了。OK， 平常几个人睡？一个人睡，这么正一定一个人睡，从来没有两个人睡过。小的时候我跟妈妈睡。哦，你们都是不交男朋友的，到现在这么厉害哦，哦，都忍得住啊。我想请问一下，你们穿这种，像我觉得穿这种长裤睡啊，很痛苦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你睡那个裤管会折起来，这样哦，对，不会难过吗？哎，所以要选择里面比较没有车缝线的。哦，没有车缝线的，有道，好像这种有线的就不行。你这个已经睡出了一个啊。一个专业的是厉害，我跟你讲，你太棒了。小芳，你为什么一直捧他？他是谁？
我不知道，这很难猜。那我们来猜好吧？对啊，先小猜一下你。这个他很正，真的很正啊！我想到一个人哈，但是我觉得他不可能来。谁？那个周采诗啊。哇靠！你最近在笑什么他、啊？我怎么我猜他就笑什么他、啊？你怎么会想到他呢？没有，因为拍广告又演戏，你知道吗？哦 ，OK。对不对？然后也很少看他上节目。是，我是说周采诗。是，对不对？可是你这套睡衣应该是现在天气比较凉穿的吧？夏天有裸睡过吗？没有。可是我夏天睡觉冷气都会开超强，大概只有十几度，然后盖很厚的被子。怎么会跟我一模一样？气开的超强，盖很厚的被子。你跟我们三个有没有合作过啊？前一阵子有见过面，见面而已。对，见面，我聊一下天，三个都有。你的意思是说最近有上过我们国光帮喽？你说嘞？我说有。哎，到，我觉得他这个身材我有点印象。他拿麦克风那个姿势是。你想的你说谁？不行不行，谁？她怀孕了。谁呀？那个谁？林子萱。林子萱呐？不是不是，我猜那个谁？上次我们做了一个广告明星美女，出来的第一棒。第一棒？第一棒？第一位选手？嗯，那个叫什么？就是我要去日本了那个。对对对对对对对。她比较那个吧。哪一个？我觉得就是他，你就是那位。最近有去日本吗？没有去日本。你最近我看你是有挂人家 KTV 的电话吧？KTV 的电话什么意思？你不懂的啦。什么名字啊？怎么躲起来干什么了？猜一定中啊！来，要不要赌？弹耳朵十下。我跟你赌，我跟你赌。好，十下，十下。可以，观众作证。那我要弹，我帮你弹一下。好，一下。他猜对了。不是啊，我说如果赢的话，我也要弹一下。好 ，OK， 好。哎，小康，你不用猜，我们这个重点就是。耳朵十下输赢，好不好？好嘞，请出现。别急着弹耳朵啊！从日本飞回来的雅信，睡衣风格相当休闲，真是清秀宜人。接着就看屈中和被惩罚啦！来快来，当然，我先弹一个力量的给你感觉一下，示范一下什么叫耳朵，好不好？好，一二三。没弹到，这边啊！来来，快点快点快点！你这个到底是弹几下？你弹了三下嘞！不是呀。好，来我来弹了，三、四、五、七、八、九，都红了。可以，你看，对不对？不要，我们做节目要用心，好不好？对不对？要对人家，人家来过节目，我们要记起来。你来干嘛？你说什么？人家来是我们邀请的。OK， 对不对？我们很期待他。不好意思。不是你的睡衣怎么会这么好看哦？你刚刚不是叫我回去吗？我怎么可能讲？谁？怎么？我失言了。你要不要那边多一件衣服是什么东西？哦，那个是我睡觉要用的绒布，刚工作人员帮我抢。绒布啊，你睡觉要用绒布啊？对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就是。变魔术。不是，因为我小的时候就是我妈妈逼我要一个人睡一个房间，不可以跟她睡。然后那天她带我去看了大白鲨的电影，我就很害怕，脑中都一直噔噔噔噔的那个音乐。然后我就抱着我的娃娃睡觉，然后娃娃的身上衣服穿的是绒布的。
哪一个是你娃娃？哦，所以你从小就习惯是说有一个绒布的东西。请问哪一个是你娃娃？这个还有白的跟猴子是我的。这个是？对，其实他们也都是绒布做的。哎，你控制一下，你控制一下。哎，我试爆。哎，香不香？我不知道香不香哎，好像还好。你睡觉怎么睡？哦，就是我来请，好，我示范，直接脱。小公主，请问要抱娃娃吗？哎，人家要睡觉，你过去干嘛？我帮他放娃娃。你看，哦，好可爱，哦，好可爱，哇，好可爱，好可爱。好，请睡。好。哎，你不是讲没有？没有，等一下。哦。哎，不是，你睡过去一点。就这样睡啊，绒布就是这样用的。去朋友家住啊，没有绒布就会睡不着，所以我都会就是翻他们的衣柜，看有没有什么灯芯绒的裤子啊，或者是衣服要拿来抱着睡。你有没有曾经出外景到外地过，然后没有绒布？有，然后忘记带。对，然后就很可怕。后来我就不是，你可不可以请他起来再讲？你在讲枕边故事是不是？你是懂得回答。OK， 这个是你从小到大的一件。这个就是我就是有一次去服饰店，我就觉得它的绒真的太好摸了，所以于是乎就买了它。哎呀，不要这样子，好摸，真的好摸，真的哈。这是一件衣服。对啊，我在服饰店买的。但是因为太好摸了，我就买回家摸，但从来没穿过，啊，不知道臭不臭，很久没有洗了。我是灵犬莱西，不要怕。我之前去旅游的时候，我就发现有一个东西很神奇，可以取代我的绒布。什么？就是女孩子绑头发不是有发圈吗？对，是用绒布做的。有。对，我后来旅游就携带很多个丢在包包里。真的吗？这样就不怕没有绒布可以睡觉。哎，快去订个两百个啊，当礼物送给人家。反正中秋节刚过。你在豪气万千什么？睡觉常做梦吗？嗯。我最常做就是那个，就是被鬼啊，或者是恶魔，就是追的凶杀案的梦。我在梦里面都死很多次，然后也哭得很惨。我也有梦到我死过啊。哎，死是真受 ，OK 的。真的吗？真的。我想请教一下，你那个梦里面的那个魔鬼啊，他头大不大？大，蛮大的，会裂开。裂开，然后喷出东西来。哎，我干嘛哭啊？又不是我。OK。如果有人在你旁边睡觉，你会睡不好吗？不会，其实你知道，我一睡着之后就定格，就再也不会动，就到早上。我常常睡24小时以上都不会动，也不用喝东西，也不用上厕所。不会动啊？就刚刚那个姿势不会动啊？我只要睡到定格了之后，就再也不会动了，连翻身都不会。哦，真的。所以我有时候睡24小时起来，就是这半边都麻痹。你有练过冬眠啊？没有，睡24小时怎么睡啊？就我还蛮喜欢睡觉的，然后像假日如果不用工作的话，就是我家人也不会吵我，就让我一直躺着，然后我就维持同一个姿势，就这样。哦，喜欢睡觉。嗯，他们不曾怀疑过去这样子。哦，还有呼吸 ，OK。一直都有呼吸，他们习惯了。那你起床会有起床气吗？还好，但是我很难起床。就是我通常早上上班，我都会调大概5道闹钟，是会连续5分钟响一次的那种，调5道，所以就是我会用2个手机3个闹钟嘛，然后他们就会轮流不定时的一直响一直响。所以你一定要到第5道才会起床。对。哦。第4道起床不行。提早1个小时之前开始响吧。哦，所以叫你要叫1个小时你才会起床。对，我就一定会赖床，不知道。所以你是有下床气的。对不对？可是我赖完5个闹钟之后，心情就好了。对，但如果只有1个闹钟，硬把你拖起来，你就会生气了。对，我有可能就是会发疯之类的。发疯啊！哦，有起床气的女孩子脾气通常哦，小康这个可以吗？哎，太棒！我也寻寻觅觅的找不到个起床气的。你真的才讲啊！我跟你讲 ，OK， 好，谢谢，谢谢，再放你们哦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又到此为止。哎呦，哎呦，小孩这么开啊！哎呦，哎呦，哥，你不是喜欢短裤的？啊？他说什么？不是说喜欢短裤？我喜欢短裤的。你都被噩耗那么好。谁呀？你
我在后台都吃住了。你是谁呀？等一下，我们有过。你说什么？你跟谁有过啊？你谁啊？来来来，我们再看看这个。哦。哎。薇薇安。是薇薇安吗？我觉得是。你怎么一直讲薇薇安啊？我觉得是。他故意把声音弄，你怎么自己讲是薇薇安嘛？你跟薇薇安很熟哦。啊？你跟他很熟哦。没有没有，因为薇薇安皮肤很白啊，我那这两天观察过。可是以你的指甲油来讲，对不对？指甲油啊？指甲油的话，小甜甜。小甜甜怎么穿？小甜甜这样太苗条了。我只是说指甲油。你穿这样睡觉？因为我睡觉都裸睡，这是勾引男友用的。你睡觉是裸睡啊？你睡觉都穿高跟鞋？哦，没有啦，因为想上节目嘛，这是生孩子用的啦。哎呀，薇安，你不要装了。我觉得是薇安，认为他是薇安的举手。你觉得不是？我没有这意见。所以有可能是薇安，有可能哦。对，因为所以薇安才会这样，薇安有点精壮哦。我没讲哦，没有啦，薇安身材很好，减肥减得很漂亮。我们看看你是谁好不好？请出来，薇安，薇安，薇安。胸部，孙鹏果然厉害，一眼就认出薇薇安的身材。薇薇安的睡衣啊，可是走性感火辣路线呢。薇薇安，你睡觉都穿这样哦？没有，我睡觉都裸睡。那但是因为不可能裸得来嘛，是是是。那所以这个它其实是配一个小丁字裤，那也不能穿小丁来，所以只好穿这个。是是是，哎，这个是家里其中一个而已啦。哇塞哟，这个还好，之后还可以再补一些照片给制作单位，但碍于尺度，可能要打个18禁这样。不是，这个很像什么的？我最近在南部拍戏，他有几家槟榔西施。就是鸟吗？这个很狠哎！所以我所有的睡衣啊都很新，因为只穿5分钟，男友就脱下了。这个几乎是几乎快透明了哦。对，就是透明的，就是透明的。我还不敢这样穿哎。为什么呢？哎呦，因为好透明，好可怕。你一个人都不敢啊？反正最后都是会没有安全感。对，要太臭了。这件是你的 ？OK。哎，对，还好啦。这个好像不是我的。这不是你的吗？这不是我想这是副校长的。对，那个好像那个哦。因为那没有透明，不是我的。哦，所以说这一套是哇，你这一套是太猛了。这一套还好，我家有护士啊，还有那个女佣服啊，女佣服比较厉害。是。女佣服是前面这样子，然后有心形，然后后面是全裸，然后还附个小拖把哦。然后拖把只有那么一点点，所以你一定要这样在地上拖。你是？他拖是你。然后拖地的时候，为什么要把你逼到这种？没有，因为我拖地的时候，他就要说。哦，你今天拖地拖得很不干净哦，我要惩罚扣你的薪水。是，好，扣我的薪水嘛，然后接下来就上演一出戏，因为他在内地，他2个月才回来一次，所以他回来那1个礼拜，我一定要尽情的服侍他。不是，通常内地回来就是要休息的。不行，你怎么还这样？因为我就是在那1个礼拜把他扣打用完吗？哦，他睡的床，床的照片，哎呦，这个是床。哦，对啊，这个还就是加大双人。是，对，我们的床差不多，这个床比较坚固，就对。哎，对，而且它，你有发现它的特色是什么吗？什么？1、2、3、4，有4个柱子。4柱，那个会代表绑起来。康哥了的，绑起来，然后睡隔壁。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为什么？哦，这个是床头柜的精油灯跟小蜡烛，因为我不喜欢小夜灯，因为小夜灯很丑，所以我就会用这个东西。这个也是有调情的，这也是有调情的作用，而且精油一定有，精油一定有，而且呢，加什么依兰精油啊，或者是茉莉啊、百合、玫瑰都可以催情。我讲夫妻在一起哦，秋文你回去试试看。我这个也是我老婆用的，真的，真的。我就不知道她突然为什么要去晚上点那个精油，你知道吗？一点你就哎。很低哎，为什么？不是他点了以后，你会
觉得好舒服。第一个舒服，你就觉得整个心情就放松了。放松，接下来你就跟他聊聊天，可能就促进夫妻的感情。那也有精油是帮助睡眠，如果一个人睡的话，就帮助睡眠。真的，所以娟文，你回去点个橄榄油。橄榄油真的很鼓励这个观众朋友们用精油，睡觉前用精油，你睡眠品质会改善很多。最好用的是玫瑰，玫瑰对玫瑰很，但你不要一次加四个，味道很怪。好了，这么多菜，看看我安的睡觉姿势。假装这是我的床，我睡觉就很怪了，先脱鞋嘛，对不对？一个人睡的时候，等一下。哦，一个人睡，朝天睡。为什么要遮住鼻子跟嘴巴？你是阿拉伯人，这样比较有安全感。我一个人睡的时候，都希望呼出来的气可以被鼻子闻到，所以我都这样睡，而且是盖棉被开冷气，然后再把左右卷起来。哦，哎，我跟你讲啊，其实你可以买睡袋，睡袋可以绳子拉起来这样。我的棉被是那个，就是一点一点圆点的。然后有一天我卷成这样，男朋友就说你这样子好像日本的那个握寿司，很像鱼软寿司。他的因为他的那个棉被是那个绿色的，所以他一卷跟我一样是海苔寿司。后来我们就玩海苔寿司大战鱼软寿司的游戏。你冷静一点，我不是问你睡姿而已，不是问你在床上玩什么游戏。其实可以的。那如果两个人睡嘞？两个人睡的话，就是寿司会打开啊，然后我就会，在床的四处游走。哦。我们可不可以倒在刚访问第二个的时候？OK， 好，谢谢薇薇安老师。哎呀，哇塞，薇薇安的性感睡衣真的是熟女们的典范，她的男朋友应该每周都想飞回台湾吧？哎，这什么？转过正面。啊？转正面。今晚喜欢做。他说什么？今晚喜欢做。讲台语。你杨秀慧啊？哎，他这个拖鞋就很有味道哦。小女生穿的嘛，对啊，她这么可爱啊，什么味道？哈哈什么味道的？哇！哇！什么？林美照，这种通告你都接？你们这些男人这个反应，我听不太出来是欣赏还是唾弃？欣赏。真的好美妙的赞赏，惊讶，开心鹅，嗯，开心鹅，啊，杨秀慧啦，哦，中空哎，身材保养的很好，中空啊，他说身材保养的很好，就是表示他可能啊，是不是有一点那个啊，是啊，太岁有没有生过小孩？你生过小孩？我叫你不要问。你叫我不要问，好，我没问。对，他说我没问。杨彩华。对。这个王彩华。杨彩华。王彩华。不是。杨彩妮啊。不是。这个，你转一圈好吗？转原地转一圈好吧。什么啊？怎么了？哇！哇！你身材很好哎，对呀，很纤细哈。你认得他的膝盖？你看你先猜，你看体像出身的感觉。跟你讲，厉害的嘞。哎，赶快猜，来弹耳朵十下，我知道他是谁。我不要，不要。小刚怎么都不讲话？我他谁啊谁啊谁啊？你什么？弹二十下好了。康哥，如果你没有猜对我，真的是哈，待会带你去厕所处理一下。哦，好。太难猜了吧？这什么样女性会穿这样？啊，宝妈。宝妈比较白。会穿这样的女孩子，第一个她一定是有女人味。平常呢，上节目的打扮一定是很成熟的。李冠仪哦，对不对？李冠仪嘛，很好。李冠仪，
以外，你拖鞋太可爱了。我觉得好不是啦，我那李冠仪还睡。你李冠仪还睡啊？无啦，无李冠仪啊。啊。杨秀伟。啊，你猜谁？我猜丁国林好了。丁国林。哦。猜丁国林。你不要我，每次都我都做错。你猜丁国林。有腿像丁国林，刘大。我。李冠仪，对啊，李冠仪，李冠仪，李冠仪，哦，好，我们看他是谁，好，请出来，来，我猜啊，请出列。哇！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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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平常除了这一套，我的天的之外，还有、欸、不是？我要请问一下，你这一套里面，它那个是短裤对不对？是我没有平常在家里不会穿那个，我在家是里面都不穿的，就这样子，就直接只有套一件了，因为要让有时候要让下半身呼吸啊，啊对，可是不能在节目上下面不穿，很奇怪，是，对啊 ，OK， 这是你最透明的一套吗？对，其实我有一套就是像这样子的。你也有这个啊？这个一模一样的，因为这个牌子的还蛮……你该不会也穿给我男朋友看过吧？没有，我穿给我们家猫看的。这像一只白鸟在飞。可是因为它这个很透明，然后里面又不能穿任何的东西。可是当时他们家那个猫是男生装的。喵。因为我们家猫真的是公的哎。而且他每次我在洗澡，他都会那个在外面看。你如果说要求得好姻缘哦，不能穿那么透明。不是，要离猫远一点。真的，离猫换太远。什么离猫换太远？离猫远一点，不是啊，我离猫远一点，离猫稍微有点距离。OK， 你这个是我的，这个桃心。就是这套是你的，这裤子是你爸的吧？不是，这个裤子就是这么大一件。不会啊，因为这样子还蛮轻松的。这种是触感很好，因为它摸起来是滑的。哎呦，护手霜。对，护手霜放在这个梳妆台前。对啊，自己使用护手霜。你看这个是啊，这个是袜套，然后这个呢是手套。那我每次要睡觉之前，一定要先抹手跟抹脚，抹完之后要把它套好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样它比较好吸收啊。那你加套子，你看拿保鲜膜把自己包起来。你们三位美女会这样保养自己的手套？对，一定要包那个脚套。对啊，一定要戴白手套，像那个计程车司机那种白手套。哎，我之前裸睡的时候，我还手脚擦护手霜，戴白手套、白脚套这样睡耶。真的？对啊。不是，这样看起来，然后你看很像狸猫换睡，像李超一模式的助理，你知道吗？你们这样子睡的时候。男朋友在旁边也是这样戴的吗？对，我刚开始男朋友在的时候我就这样，然后有一次我看到一篇报道，何丽玲也是这样，但她有穿衣服，然后也是包手包脚的，我就还翻那个财经杂志给她看，大家说不习惯，所以她回来那一个礼拜我们就不怎么做。对，就是随时随地，好可爱呀，这是我的，这是我的。跟你多久了？他跟我大概3-4年了。哦，3-4年。这是人家送我的，因为我喜欢猫。是。所以呢，你看他这样睡觉，对不对？那我每天都把它摆在旁边，然后看到他睡着了，我就觉得他睡得很安心。再抹布来干。这是我跟了我快10年的贝贝。洗过没有？很少洗耶。看着10年的贝贝。对啊。我们可以打开一下。有一点点那个颜色褪掉。Hello Kitty。对啊。哦，那这个是等于 Hello Kitty 刚出来的时候你就把它买回来了吗？对。哎 ，Hello Kitty 很久了耶。哎，好香哦。真的啊？好。可我觉得有臭臭的。就是这个被子啊。这个洗不洗的？这个我几乎不太洗。几乎不洗。你知道只要有被被的人啊，小被子的人一定要养它的味道。你知道，就是要有身上那个味道。女孩子好像都会有一些随身的那个陪睡的用品，比如说固定喜欢的睡衣跟香水，出国就一定要带，不然就会睡不。可是像这种陪你们睡觉的用品，很少需要洗，因为你们上床都是干净的。对啊，对啊，所以就是让那个味道，对，让那个味道一直留着。体味，然后上面可能有口水，不是口水，就是比如说护手霜啊、乳液啊，身上乳液的味道。所以你睡觉一定要有这两个陪你一起睡觉。还有很多哎，你为什么觉得好像它很脏的样子，一定要抓它的尾巴？奇怪，这样很可爱，抓猫这样。
这个是那个，它很特别，是它可以当枕头，它可以当枕头啊，而且它那个里面很奇怪哦，我给大家看一下，因为它女生有时候那个来的时候会不舒服，你看它这里面有一个有点像那个就是暖暖包一样放进去，那你冬天的时候啊，你就可以把它当整个娃娃都暖起来了，对，那你如果那个这边不舒服，你就放在这里。OK， 各位建议啊，当你小孩子或者是。想要有一个陪你一天到晚在一起的人的时候，尽量不要用白色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它是灰色，它本来就是灰色，它是灰色，它不是白色。它是灰色。示范一下你怎么睡？我睡。我怎么睡？其实啊，我小时候啊，需要助手？不用。OK。可是我这样睡会曝光哎，为什么？盖被子啊，会曝光。盖被子啊，因为其实啊，你看你那里面是短裤嘛，没有关系啊。OK， 你怎么样？我就是要睡觉前，我都会这样。对啊，然后就这样子啊。可是这样还蛮难看的，就比如说这个是假装它是枕头好了。哎，这个是枕头，我就会这样。哎呦，会不会曝光啊？不会不会不会，你帮他那个调整一下。好。对。就是这样子啊。然后就这样讲，就讲把猫当成枕头。对，有时候会把猫咪当成枕头。OK OK， 那你睡着以后就这样子睡到天亮。对。都不太会换姿势。是的，因为我在国中的时候啊，我就有调整过我的睡姿。我妈妈那时候觉得我的睡姿太丑，是大地型的。她说这样我以后，这样我以后会嫁不出去。互调啊，对。她现在要改成大字型。对，我很认真改成大字型。可是我妈妈说那样会嫁不出去。对。然后就是为了我想要当很好的人妻啊，所以我就决定就是让妈妈来帮我调整姿势。我妈妈就拿了枕头是两个，然后一个帮我绑在前面，一个绑在后面，然后这样子变成我就像三明。是一样，我就整侧睡。那我猜那是因为古时候的老师都觉得大字睡难看，不好看，才会有这种民俗的说法。睡久会比较松散一点。所以对啊，就为了要嫁一个好人家，我多聊聊，自己的学习累了。哎，你怎么差那么多？你第二个那么好，奇怪。可以多访问一点吗？对啊，我在后面等很久哎。睡觉前都做些什么事？我睡觉前看那个，为什么要这样？很像那你太冷。好，好香哦。睡觉前都做些什么事？我睡觉前都会看日剧，哎，日剧啊。对，而且有一次啊，我记得我好累好累，然后就很想睡觉的时候，然后就突然发现，哎，我怎么翻了两三个钟头还睡不着？后来原来是因为我没有看日剧，所以我的床头边一定会有一个 notebook， 然后看日剧。生活习惯是。反正因为现在人生活压力还蛮大的，是。像有一次我就是睡觉还梦游，然后梦游去就是我爸在客厅，我就跑去跟我爸讲说，爸，那个阿法加贝塔到底多少？然后我爸就一头雾水，他说你在公司啊？然后我就说啊，反正你不懂。然后我就又回去睡觉。后来啊，我爸爸就把我叫醒，他说你刚才讲什么？我说我怎样？我在睡觉啊。他才告诉我到底讲什么，就是压力大，所以我觉得其实要找一些方法让自己睡觉的时候很放松。所以大部分都会梦游。会，我是不会梦游，但会跟男友吵架。比如说我们现在吵杯子，那没有吵完就睡着了，然后在睡梦当中我就会跟他说杯子的问题，然后呢他就会觉得很害怕。那后来他发现他只要说对不起都是我的错，那个杯子是我没有弄好，我就会在梦里非常的开心，然后就又好像沉沉的睡去。就后来呢，他发现这件事。事情之后呢，隔天啊，常常我们吵完架，隔天他就说：“我昨天晚上道过歉啦。”我说：“哪有？”他说：“做梦的时候道过歉啊。”我就说：“没有。”他就说：“真的有，你忘记了。”我就说：“没有。”对啊，我觉得他糊弄我。你像我，睡觉前，因为男生呢，常跟我们吵架，吵到一半，男友就累了，那我们也不好意思吵他睡觉，所以你们也知道我们会累啊。然后就累了，那我们也不想欢到底，可是我们又很想有一个结果，所以我们就只好怀着怨念就睡着了。那个怨念就会成一个织梦网，然后我们就会散发出来。然后又是我们害的，都是你们害的，所以你们先道歉，就不用在梦里被我们吵。女孩子睡觉的习惯比我们男生多。睡前的习惯了，比如说他们要抱自己喜欢的东西，然后要保养。男生就是倒头就睡了。对啊，你们床上都几个枕头？两个躺的，一个夹的或抱的。我有四个。那是正常啊，因为你旁边有人啊。你现在是
是讲的回去让我害怕的。所以在这边也要奉劝各位观众，睡眠品质最重要。奉劝啊，真的，因为有的人晚上不睡觉，没有。对对，就这个就是多看一点电视也好，不行，睡眠品质很重要。第二天你的工作表现才会比较好，好不好？然后女孩子也不要懒惰，要学学我们四位美女，睡觉前一定要保养，对不对？好吧，那今天谢谢四位美女参加广播，再见。